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也让六轻持续扩产的造成的这个云林啊民众健康的威胁的这个部分呢，能够得到社会跟云林民众啊共同的这个重视，希望候选人呢能够真正的将六轻的管制、六轻的污染控制纳入他们的未来施政的规划。六轻的恶行不下于顶薪，最邪恶的来源就是自主管理，请你注意听，自主管理跟现在六千所有的东西都自主管理哦，就是跟顶薪跟我们食品安全都一样哦。我再跟我们大家乡亲跟所有的婚姻官人说，黑心商品可以下架，黑心空气无可回避。现在你跟我都一直在数什么时候发生事情没人知道，这绝对是一个黑心政府，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一个黑心政府。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没关系你，没关系我，没关系所有的候选人，没关系地方的候选人、县长候选人，无可回避，责无旁贷。这件事情我跟乡亲报告，今天早上八点的这个资料，八点的资料，联合国不是人，世界这个卫生组织 WHO 吼，讲吼这个空气中的这个 PM2.5 就是迄个足细粒的迄旧鼻腔，旧了鼻腔就对鼻落去走落去，会走落肺的这个 PM2.5 吼，世界标准是十，老岁仔囡仔的过敏还是讲吼心肺无好的35。正常人标准65，超过65，强叫你莫出来，较袂得癌症啦。但是今仔日台视我讲偌济，169，李林179，老六报主太保遐183，未了172，今仔日六千的问题真严重，伊阁就要靠抢，哦，就要靠抢。靠枪！伊讲哦，当时政府给伊的这个量，伊也无够，要阁靠枪。今仔日这个已经来定的是六个的标准，六个的标准害咱一人足侪着癌症，害咱一人足侪着癌症。所以哦，咱这风清时代已经一个拢咧失落了。即摆是全台湾癌症比率上悬的所在，第一名台西乡，第二名北寮乡。你若去看美国的医院对健康的影响，那是已经对所有的民众、所有的人，不是单单对那个敏感族群而已，不是说对老年人，还是说对孩子对健康的危害。但是你没看到的时候，你在睡的中间，你如果打门打碎，我们中华人一直到台中市都在输这六千这边的毒气。六轻呢，他必须将他的污染量实质的减量之后再来谈所谓扩产，而不是目前这种环保署的所谓买空卖空，答应说要减量，然后就可以扩产。先扩产再减量。对，那糟糕。而且呢，我们也要求了哈，县政府能够采取相关的管制的措施，那包括整个空污的核配量的这个部分，能够配合环保署啊来做修改了哈，以他目前他所申报的污染量来当作他的这个总量的管制的这个依据了哈，要不然的话他永远都不会达到那个总量，永远都有扩散的这个空间啊。但是我们事实上发现说，以他目前啊的这个污染量已经严重的威胁到整个民众的健康了哈，所以应该是以目前的污染量为基础来做有计划的这个减量的动作了哈，而不是啊用这个还没有到总量的这个借口呢持续的这个扩充了哈。那另外有关用水的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我们要求呢县政府跟环保署要必须呢来落实六轻用水治筹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管制的这个部分啊，因为
冬季蓝河堰的这个蓝水就是我们云林空气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要求县政府呢真的能够采取措施，让六轻的这个用水自守的这个问题呢，能够在明年就来解决。好啊，如果你若认同，哦，咱就来签嘛吼。啊，所以我即马吼，搁把这个诉求读一届吼。啊，咱请咱候选人甲咱在座的馆长候选人甲乡长候选人。馆长有报吗？没关系。有授权呐、啊。我觉得没有关系。跟你讲。我是台湾来妈妈吼，咱的妇联馆的馆长，伊做哪无对心来，我就叫办你，无生意啦，莫去啊钱底死，希望咱的不管什么党的，好算你馆长，请你出来，请代表，代表八卦先生讲吼，这个天上个这人都无代志啦，我你讲啊，鼎鑫集团吼。伊上个总经理都无代志啦，伊上个其他人都无代志啦，伊甲政府资金无需要，所以未使代替签。我讲一句话，先跟民进内底讲的，你赚到经济，赔到生命是无价值的。你赚取了全世界，赔上了你的性命，是不值得的。上帝嘛无欢喜，上天嘛无欢喜。请求咱在座诶，即个各级团体的同意啊！吼，今仔咱啊有候选人是吼亲出来吼，咱先签好不好？吼，嘿，先，咱这个乡长候选人啊，第一点就是要呼吁啦吼，就是哦，那无法度接受咱公开的监测，无法度达到咱的监测的即个标准值吼，袂使搁再扩张啦吼，这是第一点的呼吁。第二点，伫这用水，希望政府会当拿出手腕啦吼。伫几年来，将水献予咱的农业啦吼，因会当家己去起排水淡化厂啦吼，还是伊的水会当回收再利用吼，会当将这个水源献予咱的农民，会当用咱民生食水啦吼。以上是要借这个机会啦吼，啊，当我提出讲我个人两点的诉求，希望乐天会当来重视啦吼。乐天会当来。感动来，会当来做咱做较标准的吼，啊，毋茫拄污染阮即个海水，吼啊，伫遮嘛要甲讲吼，伊即摆过来，若有红个爱比较袂了的福利，来对阮海水乡，吼啊，伫遮我若有当选乡长，我一定会来争取伊参袂了的计相关的福利。啊，所以我们会。派几位环保团体的代表跟他们约定时间在他们的竞选总部来做这样子一个补签的这个动作希望说他个人能够用亲自签署这个方式来代表对于环保团体的这些诉求的认同。先行减量，再谈过长，